大家好，我是 Trisha，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港澳时间3月20日凌晨，圣日门将主场对阵雷恩。美斯之前已经攻入咗799球，今场比赛佢将会冲击生涯嘅第800球啊！美斯生涯799球嘅分布系如下：巴塞时期778场比赛当中攻入672球。在圣日门时期63场比赛攻入29球，阿根廷国家队当中出席172场比赛攻入98球，合计1013场比赛是攻入799球。喜欢这条片的话就记得给 like 和要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再 share 给你的朋友仔看。那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